贵州遵义的柴火胡辣椒面，老乡们，整点去尝哈嘛，又香又辣，下饭得很喽。你们看，我家的辣椒面啊。这种菜特哈，就要蘸种胡辣椒面吃，因为它就是胡辣椒面，又香又嫩。不行的话，高点去试一下。你们看，我家的辣椒面安逸不？金陵的新辣子做的辣椒面，高点来吃。